他们在等待，以血肉之躯触及未开之门的瞬间。那是狂？不，不对，快，立刻收散人群！是的，要执行指挥官的命令，消灭敌人。敌人是……你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，动手吧。你要去完成只有回压小队的力才能完成的使命。警告，检测到未授权机体启动。警告，检测到未授权机体启动。强制获取权限，已确认指挥官授权，认证成功，机体使用权限已完全开启。终有一天，他们会攀上通向塔顶的阶梯。告诉我你们的答案吧。仅仅增加了战斗数据，并不能算是实质性的成长。这副机体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极限。放心交给我吧，我会保护你们的安全。推演完毕，指挥官，我们会赢下这场战斗。别想逃出我的视野，在时间的尽头湮灭吧。无路可退，你们的时间由我掌控。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候，指挥官。突击鹰小队库洛姆报道，在此段时间内将由我协助指挥官执行任务。很高兴见到您，指挥官。非常出色的战术，指挥官。由你授予的军衔意义完全不同。好，我不会辜负你的期待。积累的经验会化为实力，我会铭记于心。指挥官的选择肯定没错，我会好好利用他的。